为期过去，因为失言风波沉寂了4年多的时间。原本去年9月要在北流开唱，后来因为老公陈建州卷入性骚扰丑闻，最后还是取消演出。近期他终于复出，在6月初到中国参与音乐节演出。不过当时因为说出像是回家一样疑似表态的发言，不料却遭到台湾网友嘲讽，中国网友也不买单。范玮琪也在6月29日到绍兴音乐节演出，随后晒出了演出的照片，发文写道：“泥泞之中寸步难行，但大家的热情让我感动又震撼，似乎吐露了自己付出的心声。”不过很快就删除了贴文，似乎是怕又被出征。但从网络上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，范玮琪在演出时关心粉丝们会不会热，大赞绍兴是个美丽的地方，也感叹此刻自己是歌手范玮琪，所以感到很幸福。Thank you.